好，先来迎接我们第一位选手要来登场啊，他是王以诚，福星武校的选手，看看他的棍术。哦，这棍术其实包含蛮多基本动作的哦，强调蛮多的一个步伐。还有一些腿法，抡、拍、崩，所以基本的棍术其实很多的基本功啦，还有点棍。好，这就是王以诚带来的演练。那棍术哦，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基本的棍，它就是维持在一条线上。我们看到它的动作就是横向的比较多啊，前后的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比赛啊，运用到场地的这个四个角落都有。那基本棍术就是啊，大概就是一个平面啊，走左右两边。那前后的这个距离是稍微比较短一点。得分是 7.60， 最后是 7.60 分，这是王以诚的分数。